大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我是阿波，欢迎收听相亲的朋友继续捧场，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，有玩下巴老师噶宝妹大家为你来合布主持。住在后面嘞代志，做务后面的问题不清楚，不了解，来六三三八六矿业六三三八六零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吼、哦，听友的问题，来括号、哦、长 l o 哦 l o n g 这一进室温的小黄瓜。 阿慧员公最近呢，小安尼会凹入去，而且呢小片吼会安尼衰衰哦，就是安尼无兴趣啦，没有那个吼、喔、精神跟力气。嗯、啊，想要問,问老师，这是虾米原因安怎补救啊？咱会当用虾米款的助才？爱用龟背嘞。嗯 即个咱咧讲的吼，就是讲啊，伊即个黄瓜啦，吼，即有诶叫做花瓜，吼、啊，那么苦瓜，吼，即种呢有一个啊，有、这、即个你看啊，即、这个瓢啊，吼，你也看到伊啊，即瓢啊呢，倒壳倒壳吧呢，吼、啊，那么即种就是咱常常去讲着，吼，即个表现出来，吼，即啊，伊做成诶倒壳倒壳。 啊，做成一个降落伞吼，所以啊，较早拢讲叫做降落伞吼，所以这其实即麦大概作者嘛是拢会去讲着讲，这是一个降落伞叶吼，嗯、哦呃，甚至这有金有当时啊会出现着这黄黄诶一款吼、哦，尖有黃啊，尖啊，会小可黄化啊，有金呢啊安尼黄黄吼啊，慢慢慢慢有当时安尼啊，温度变化变，讲熊熊较较热啊，安热吼，啊伊会哎呀，冷落吼，啊，这困困困觉转袂叫转袂精神安尼吼，那么这种吼 通常伫即个竞争吼会为中会较、迄较无遐明显中迄只系跌到新尾吼，即通常有款诶，呢一个情形吼。那么，伫即只家的是讲，尤其吼，咱若看着诶时阵啊，即、这个其实你看着降落伞叶吼，回归咧甲咱讲诶就是讲我缺钙了啊。哦 啊，缺钙有做这这原因你，你甲喷吼，你甲喷后面，你甲补钙吼，都都是可以的吼、喔。啊，为什物会缺钙？高温吼，伤热吼，比如讲你伫。 即个温室内底温度伤过头悬，同通风不良吼，等等啊，伤翕啦吼。简单来讲，伫热人诶时阵，伊会出现着即种诶嘅即个情形。那么连刷即个乌阴吼，啊，即件事呢啊，伊诶一个即个边啊内底伤过头翕热吼，啊，即、啊、有可能出现着即种降落伞叶吼，这是热人诶时阵。啊，伫寒人诶时阵，通常是啥物款吼？低温啊，就脚、啊、不足吼、啊，比如讲啊，即、呃这个温度伤过头低吼、啊，有可能迄、那个迄呃。 金的吸收诶，这个即个能力嘅较歹吼，还是讲啊水分上过头多吼，等等吼，所以咱咧讲诶，上寒、上热、上大、上淡吼，即种诶一个即个原因。 拢有可能吼啊，拢有可能出现着即种降落伞叶吼，即种啊，维讲咧缺钙啊，补钙啊，补钙、啊、当然是无毋吊啦吼，你会当去甲补啊，但是这补袂了吼、啊。那么所以即种情形呢，一定爱小来改、啊，这注意着吼，即大概是啊，即、呃這个比较严重诶，一个即、這个缺钙吼啊，所以啊、呃，表现出来是缺钙吼啊，当然补钙较效有哦它无效吼，但是啊，你袂当去甲去考虑着即个钙诶一个即、這个问题吼、啊，不能只。 去啊补钙的这个问题，因为呢啊有可能就是爱去拄着吼，哈，为啥物诶，即个钙诶不足吼，即个通常是食袂着啊，为啥物食袂着吼，先寒先热先大先淡，这上简单诶一个即个原理，先去甲分出来。哦，先是毋是有即个水分伤济？哦，并讲回归回归惊水个重水，啥物叫做惊水个重水，就是讲伊。 即个脏头被卡咪互你堵水诶吼，所以伤寒伤热吼，伤焦伤淡吼，先淡这部分啊，伤打嘛被卡诶啊。多数咱好朋友咧种回归，应该拢会知影讲回归重水，所以呃，伤先诶即个情形较少啦吼、啊。所以一般是较少去拄着即个问题吼，那么伤热吼，也是讲伤寒吼？啊，回归伊呃，即、這个较喜欢有一点点吼安尼。啊 诶，凉凉、欸、啊，卖伤冷吼。比如讲，感觉比吼即个温度呐，这个十二度拢无啥问题吼。即甚至布棚拢毋免放了，但是回归呢，上好你北冰面吼啊，布棚爱甲放落来吼，上好、哦、北面吼、哦，北面的所在若是低于十五度的时阵吼，十、哦、五度以下暗时有可能降落来，伫即十五度以下时阵，北冰面甲该放落来。嗯 哦，该放落来。啊，若是你有小可放一个啊，即个布棚吼，透、哦、早起来的时阵呢，啊，一定要注意一项最重要的，即个工气吼、哦，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讲，啊日头要出来，日头出来，啊，你较紧去甲即个布棚呢，爱掀开吼，互、哦、伊通风。啊，无不，起码这温度上升，升了足紧的时阵，伊也筋的伤掉啊，因为啊，每天早上第一道曙光出现的时阵，哈、哦，这個。 毋是咧讲，毋是咧写散文啦，吼，以前是俾甲好朋友讲，讲一头拄出来迄下、那個、时阵呢。 啊，最重要即、这个所在就是讲伊根吼是快速生长，尤其即个根毛什物吼，即种拢伫即个时阵，伊暗时有一个即个养分吼，即、哦、经过一暝即、这个血粉，第二讲透早起来，伊诶根毛是啊是下物要啊拄着日头出来，一开始吼、哦，这生理机能就旺盛吼，那、哦、像咱透早起来哇、啊，这个精神百倍啦，吼、哦，迄种感觉咁款的吼、哦。啊，你迄阵你若是国外翕一段公公，本来精神百倍都要讲一个婚礼吼，所以你同。 上都无迄个精神罢杯时阵，所以你得看到你个长安尼神神吼，所以这点呢，你一定爱少来注意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讲你注意即个啊、呃，注意即个补钙吼，先个补者个一个就是讲啊，水分哦，你即水分呢一定爱何伊滴啊，有打有淡哦，尤其啊上重要即个所在，就是讲一定爱注意袂使和下晡三点以后吼，都袂使去用水啊吼，即上好早啊时个时阵去饮水吼、哦，早上去饮水啊，早啊饮水啊， 有一个啊，这个水云，你讲伫啊，伫一个所在吼，有一个农民含含我小仔，即讲知热人吼爱下晡饮，爱下晡饮水吼、哦，知影被使饮水，知影饮水会过小死安尼吼啊，就没有那一回事的吼、哦，这个毋免小仔吼，即、哦這个。 伫咱热人诶时阵吼，甚至、呃、你就是在啊吼，在啊遭罪，啊，在啊遭罪诶，即个目的要创下，在啊遭罪就是讲你互伊，啊、呃，差不多九点外十点遐走一下，走一下水，啊，伊即温度开始咧悬，低温要起来，迄、那个速度呢，啊，较未遐紧，哦，即通常是有即个好处，哦、当然你是那是迄个水吼，走落就一窟底，只遐啊，迄、那个污泥吼，迄、哦那個、当然都较无好，也续。 大量的水分暗时呢，啊，伊迄个温度伤过头悬，所以迄长呢，会各样各样吼。所以啊、呃，表示迄个所在你若是袂打水诶，即、這个所在咧，种回归山梁拢袂好吼，因回归着是爱会焦会一吼。上好着是讲啊，早啊九点、九点半、十点水甲走来吼。 走遭水走头音啊，大概一一沟一沟吼，遭洪水啊，差不多十点多拢淹煞吼，点外钟拢处理好势因为咱大江的音吼，还是讲浪江的音，迄、那个水拢走少少下呢吼，拢、啊、正常正常。啊，即满呢水少少啊，吼、這個，即个浪的浪的安尼来淹吼、啊，你甲看啊，那是走、啊啊、了，阿得阿未中毒伊就打起，又是种熊好。 哦，一定爱打水吼、哦，这通常是安尼，所以你这是啊，为即个所在来改这调整、哦这个、啊。后面吼算你当喷药啊时阵，比如讲你喷这个啊，即阵即阵爱过白粉嘛吼、哦，白粉病你一定爱照顾好些，袂使会卡起哩吼、哦。这等不板啦吼，开始要大生白白粉啊，口类呢，你都分呀哈、哦，这些甚至呢啊，迄、这个桂亚米嘅效益啊，白粉药啊，搁特别咯、哦，特别赖吼、哦。所以咱白粉呢啊，一定爱佮过好些吼、哦，这中华吼，咱伫。 即个企鹅，企鹅对，OK，出洋吧，迄个所在，啊，咱就后边有呷播啊，讲即个四片啊，呷抓抓的吼，改成白粉嘛，被钓安尼吼。 嗯、呃，其实本来你若是提早转拢有迄个效果，你若钓钓啊，再来转效果着较歹吼、哦，这个、固定是这款诶，这这情形吼，所以,、呃你以哦、啊、呃、你会当用即个钙吼去补钙啊补钙呢啊你会当用即个硝酸钙吼，比、哦、如讲回归等的大半吼、哦、你会当用硝酸钙。 用硝酸钙哦，硝酸钙下面八百倍到一千倍啊，是讲你的涂骹啊，就稳定大概三到六公斤，不要超过哦。你看是一礼拜袂使超过六公斤啊，你也落伫涂骹啊，一该补几刷硝酸钙啊，补几刷硝酸钾哈啊,啊，尤其这因为你回归吼、哦，大家拢知啊注重钙，这大家拢了解吼、哦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啊，这加足管的时阵呃，一改的不容易吸收。 啊！你加上水若是出问题，啊是讲你迄、这个呃，即、这个水分呐，或者足足者拢是这个水分，啊是脏头的这个所在有得这个疫病，吼、哦，并讲伤啊，有得疫病伊也经会较弱，吼、哦，这通常得较容易有即种的一、这个、一个啊，这个出现即种降落伞液这个问题，吼，啊，降落伞液一般是袂冷呐，吼、哦，等、就是讲伊也缺钙呢，袂冷，但是你若互伊看到会嘿啊迄，吼，嘿啊嘿，就是讲咱咧讲嘿啊嘿，就是中头时阵，伊还冷冷啦吼，你若讲新买小块。 练练啊，还可以，还要会当忍受，但是上好是袂使互好啊，吼，著讲你，迄水分的控制一定袂使好，伊讲中道即个新辈练练，因为新辈若练练伊会影响着后壁即个产量。 但是有时啊，甲边仔顶无啊，刀较热诶时阵，伊会小可练练。但是新尾小可练练，你袂使连下骹肉啊，拢练下骹肉啊。哪咧练诶时阵是啥物款诶？即个情形？吼、就是，等于讲啊，你这衰衰即种情形呢，即有可能已经是即个疫病，还是讲白血病即类吼。所以啊，即这要注意者吼，即个针头是毋是有即、這个安尼破皮破皮啊？该想白逼白逼安尼吼，即那啊破、啊、皮破皮应该是疫病，白逼白病诶，应该是即、這个。 啊，芒果、呃、哦，曼枯病哦，是怎卖得曼枯病？大热易病较侪，哦，热人易病较侪，寒人曼枯较侪，芒果啊，较凉的时阵，甚至白关会起来啊，白关咱看较有啦吼、哦，白关你看到白丝吼，挺、哦、漂亮的哈。一、哦、干小时候呢，阮咋惊哈，那甲讲讲哦，爸爸。 我觉得植物好厉害哦，哈，自己会画图，哈，这样，我看看，擦擦嘛，会画图，叫你找我去看，哈，很贵，哇，容易白卷病，哈，啊，这个其实你看这个病害呢，用另外一种角度啊看起来好像挺美的，吼，所以呢，对啊，对啊，啊、所以这个啊、呃，这种有的都都是有给他吼老虎的那个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。 要注意啦，吼、就是！他是讲你顶爱爱，还去分辨，吼，小可小加分辨一下安尼吼。那么一般来讲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吼。所以你在,在背上小来注意一下，吼，这一点一定要真细致吼。好，啊、這個，姐个呃。 钙的这个部分，你会当去补充吼。你会当用一点仔硝酸钙，抑是讲你会用肥料的时阵吼补一点点，抑是讲哎，我即满拢用即个有的用啊，用即个冰晶肥啊，你也叫冰晶肥，你都莫用冰晶肥吼，因为冰晶肥吼它没有钙吼，所以伊着较容易吼，所以你即满着是当甲用即个啊。 诶，高高钙镁这种四镁八钙吼，有一个即嘛是会使吼，就是讲你看咧用啊，一般是啊，回归吼，硝酸钾吼，硝酸钾大概得一比一重。但是硝酸钾咧用的时阵，一般倒啊里头是一般来讲两礼拜一定要加一束啊硝酸钙吼，啊你安尼配合咧用的时阵咧啊，会好很多啦吼、啊，就是讲较袂因为呢，即个钾啊，上过头悬吼，啊你要注意涂骹底吼，是不是有、这、即个啊，即、呃这个依稀较悬的这个问题呢？因为我。 发现你这种应，你这个应该是有这种喷灌设备吼，这是用玫瑰喷头一款吼，因为看到顶光吼，所以你这应该是用玫瑰喷头，所以水分是不是先过头多吼，你还需要注意者，因为冬天吼热人你成功的经验到寒人唯一的差别就是水。 好，唯一的差别的是水，哈，水呢要稍微调整一下，啊，肥料不能太，呃，这个袂使用多，如果人生长量较大，吼，寒人生长量较小。 咱讲的生长量是这个单日吼，单日的一个即个生长量，吼、喔，即款的差别、啊，你需要注意一下，安尼就好啊，哈、喔。那么有啥物款的解这问题，较随时含咱保持来解这个联络哈、喔，这补钙哈，这個。那么你也感觉讲腰骨无够吼，感、喔、觉后面要加喷一下么物物件？你也当用海藻钙吼、喔，啊，你也当用这个氨基酸螯合钙哈、喔，这個啊、我讲较济钙我哪吒要用对一种哈，这個。 热了哦，如果是很热的时候啊，不啊，是终会较推荐人用海藻钙，哈，因为迄个水咧大，较比大用会吸收较好。啊，若寒人我会推荐你用氨基酸螯合钙，哈，因为这就是点啊氨基酸入去的时阵呢，啊，伊涨心会稍微。 吼，头好壮壮，吼你要较勇淡薄安尼，吼、呃、啊，一个节回归那拄着乌阴天，哦，你手边有即个九趴的蛋，吼，有即 N 九，吼，这是一个即、這个啊、呃、左旋的即种蛋白。 诶、欸，多肽吼，但是即个应该是多肽之类诶，即个物件啊，这個、对着伊作这拢是即个光合作用的这個这前驱物质吼，就拍着蛋吼，高拍诶蛋一支吼，俺真正好边有用过哈、啊，这若是较乌阴啊，回归着是惊乌阴哦，你毋通呃，好天也落安尼啊，乌阴天也落安呢，爱着出喙啊，哦。啊 即个肥料咧用的时阵，要看看天啊，靠本人去食哈。啊，这大概是安内吼，这伫只等我然后朋友呢啊，需要做一些参考哈、哦，这调、个、整啊，然后啥问题随时吼含咱做一个、一个讨论哈。哦、嗯,嗯，好，来手机边啊，咱就会听众哈，零九三三，咱就会听友你可以打过来了，来，我们来接听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哎，爸妈啊。诶，你好。 哦，你我知影你是今日打电话给我吼，嘿、欸、嘿，放心，有啦，我有跟阿宝老师讲过，有关键，阿宝你开始讲来来，好，哎，阿宝阿宝老师，嗯，诶、欸，就是我有参，你刚买等我就是用农林剂，啊，玉米素，那个龙气宝，个农气宝对，这三样都要。 结果今下早去，规个拢旧啊。嗯不是啊。拢个唔是旧那那像个，迄个婚纱迄种个，一一网安尼扣个背安尼啦，啊乌色嘞。好好好，嗯嗯。啊，这是跟龙须宝有关系。以前我都有这样用过，是、哦、不是？是不是跟龙须宝有关是嗯嗯。好。哎，因为我我搁有参迄个啥物？诶、呃，定坤君,君。嗯。 哎，啊，我土壤个就甲叮当过，哎<嘿>，啊，是不是安尼就造成讲，伊土地有遐遐物件变起来？对，你应该是迄个偷本作祟吼。虾米作祟？偷本。偷本<粉>？没有啊，本来。偷本啊，偷本。你捌用堆肥无？没有，没有、啊，无嘛吼，哦。<嘿>嗯嗯。 应该以以前我之前拢作水诶，我算我买鞋拢是有棉有名诶啦。嗯嗯嗯。嗯嗯嗯啊，结果今日是我去看到是怎，徛算长下布啊个呢嘛吼。啊，今我去看到就是有这个问题。嗯、我是讲用一年呢啊，用一年呢啊。嗯、啊，结果就这个问题、哦、啊，我想我骨啊，这到底是爱紧水还是唔免、嗯？嗯嗯嗯。

冇你啊，回答好，好好好、嗯、好好,好,好，来，嗯、哎，即、這个一般吼算是毋是？呃，即、這个物件，因为你甲用类啊，尤其像即个细片吼啊，互伊足足挡不掉诶。吼伊袂爽，所以走走出来吼。原地的有，啊，然后你甲用类呢，甲伊走走出来，因为即个物件袂。 为什么不要问讲啊、呃？你也是不是有用一寡即、这个，尤其即、这个即即、这个堆肥、土盆即种的个，即即物件？因为当时啊吼啊，咱、呃、也是伫土盆内底，伊也有一个即种叫做即、这个驯营吼驯吼，等于讲啊，伊细细只，干呐好型，干呐棒啊，比棒啊更加细只，足细只吼啊，伊也底下背背背啊，足讨厌的吼。啊、哦，为讲拼啊迄类的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即有即款的个，即、这、即个物件吼，那么。 嗯、呃，这应该是含这个啊，欺、呃、骗这种是应该是无什么关系啦。因为做者然后不用因为这啊找不到有直接姐姐关系。不过就如果你因为啊件物件有哈啊有较近的哈、哦，这是不是啊的、呃、某一个之、这个有嘴啊是下面款哈，让他觉得不太舒服哈啊、哦呃，这个啊我是建议讲那些晒哈，比如讲啊，因为看到。 若是利润上来讲，吼，因为即码你看到迄种情形，应该是啊，较接近品啊这类的这这物件，吼，咱咧讲的这個品啊品啊呢是虾米？哈，品啊就是啊，咱真侪即种呃有诶，吼，就是讲叫做训练，吼、呃，也是一个咱种说遮网啊，这类、個、的、呃、这、哦、这物件，吼，啊，即伫咱在背内底，吼，即恰恰会去拄到，尤其若是尤其一个即成分较济侪时阵，吼、哦。 那是这个水分啊、呃，有一点点吼，阿姨的较容易来改这个三星吼、哦。那么这当下。 也有有当下你也看到，若是有堆肥附近，若是有人，比如讲伊土有迄个堆肥去拉叮当啊，是虾物款吼，啊，是讲尤其若是附近有即个地塞啦，是即个伊也是讲迄个高调迄个吼啊，伊迄拢会吼，拢有一种叫做黑刺迅影即种诶，即个物件吼。那么伊伫即个拖骹底也咪一段时间，然后伊会孵出细细只吼，即是足讨厌的吼，即、哦哦、有时啊啊，比如讲像咱若是种果啊吼，种果啊。 是拢爱用迄个乌屎用稻草去发啊，发过迄时阵伊就作者即个训练所以啊一般是必须要呢吼，哎，作是上班啊那些些家也种植起滴来得哈，啊，这对咱的菜影响是较无赫大哈。嗯，但是呢，即个有时候就很讨厌呐哈，咱一般来讲诶就是讲啊，即互咱真真讨厌哈，所以啊嘛是会当小甲喷一下安尼哈，啊，即要喷虾物物件啊？有的人讲啊，即啊你也是讲已经要要采 啊，是家己迄，你无爱用，即个农药吼，因为即黄色粘板吼，即效果着足好。但是你会当用，一个就是咱有一个即、這个呃，即种咧俩咧用红蜘蛛诶吼，伊诶植物乳油吼，啊是讲啊，染、呃、即种一个类似像啊、呃，一寡即个发酵诶即个物件吼，啊即甲喷喷吼，即啊伊有一个效果吼，因为。 一撮膏杯吼，所以咱咪甲你你若纯粹用即个矿物油吼，比如讲有的人用啊，即、呃這个植物喷洒油，即、這個、类嘅用即啥物仔玉油，即种嘅即物件吼，苦炼油吼，即、這個、油还是讲啊一寡即个类似像脂肪酸即类嘅物件吼，即、這个农用嘅即、這个即、這个造素即种吼，即甲喷拢有效啊吼，所以讲你甲喷啊，但是呢甲喷了了，伊过一段时间吼，伊啊伊喷喷伊喷袂掉嘛吼，讲你甲喷啊会走。 也所以啊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啊，所以你也当用这款哈啊啊，咱、啊、几、啊、个叫做太美满哈、啊，这物件呢，因为是两种去染啊，所以喷喷不到啊，有一个啊，这种发效益的物件以及有毒性哈、啊，这食、个、了啊，以我那个偷食啊呢，安尼你都较无这个啊，用农药的这个这个困扰啊，那啦哈，你也是讲啊，比、啊、我用这个阿伯拆修这个有些邻居这类嘢。 吼啊，即一段时间，这你也当小甲喷一下，吼，伊就大概会当该控制掉咧，吼。那么，这互咱即位好朋友呢，吼，小做这这参考，吼，这应该是这个训练，吼。所以看看，看卖这边啊，吼，有当时下呃，都等边啊人咧。 人咧用比赛吼，啊，都还好，还是啥物物件伊就背过来吼，即、這个都会吼，有可能啦。我咧又应该是即种的一個，这这物件啦吼啊，所以你会当安尼甲处理看买者吼，因为呃，较惊是惊，即、這个乌骨条因为今年。 呃，伫产地吼，咱今年即乌龟啊，较较恶啦吼，即因为温度拢无降落来，所以即乌龟啊呢，会比较较恶小寡呢吼，所以啊，即互咱有一点啊，较较困扰吼，所以大体上是安尼，即情形在当互咱酒位好朋友啊，你的管理上做参考啊，随时若有啥问题，看咱小联络一下，好，荷兰你当影吼。互你啊，即、这个后呢。 你管理上吼，能够给你一点点哈和你一点啊，小小诶，姐姐建议安尼吼。嗯，好，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零一，先把这个茄子跟节瓜的问题哈来答复一下。这是到底咱保利吼，林秀美。 伊问老师的问题是有关育种茄子加结瓜，敢会当用这矿物油甲农细胞、甲苏力困斗阵来使用？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是苦练油敢会当代替着矿物油？ 这种物件吼，就是讲，其实这个油剂吼，这个、油呢，呃，都是拢有相类似的，然后譬如讲你苦炼油，吼，还是讲咱啊，这类、个、的转地都这里得一毛百分之十的这个这植物乳油哦，还是讲啊、呃、这个矿物油精炼过的这个矿物油，这个、油吼你啊自己能接受，那、呃、不要紧？未使。 啊，未使上侪机啦吼，就讲、是、你若是上侪机，甲男做会，就是简单讲，就是即个油呢会用很多吼。啊，油上惊，就是即个物件用伤侪吼，就讲你迄个油呢用太多吼，伊有可能做不咧站袂掉，会扛不住吼。所以即点呢，爱小来改即、這个啊，小注意者安尼吼。所以你咧用的时阵呢，小爱小心。那么，比如讲伫咧用吼，用矿物油啊，用即个锡片吼，啊，蓝受的困啊。 做费用，这目前安尼个听起来是无啥要紧吼，不过你咧拉诶时阵咧啊，即三项诶顺序你爱小注意者吼。第一，你先甲即个四片先捞开，拉拉拉拉拉捞开，苏列菌哈，苏列菌呢，该加落吼，拉拉拉拉吼啊，其实塑料菌毋是菌吼，这些人拢讲迄菌，毋是啊，塑料菌是毒蛋白吼，你甲拉拉拉诶。欸 那个老叮当哦，伊的散灰啊，收得去佮佮即个矿物油佮加类吼、哦，这个没有问题好、哦，所以你大概当然你做回来用啊。另外就是讲，伫种桥种即个夏南瓜吼，即、哦這个 z u c c h n i 吼、哦、，summer squash 吼、哦，即种物件啊，你来用即个苦练油，是不是当代替即个矿物油？即、這個、因为苦练油吼，伊、哦、除了是油以外，伊是一个植物乳油，但是伊有迄个印啊，应该是爱讲印练哈、哦，印练素哈，哦、有一寡即毒性哈、哦，所以。 毋是咱台湾迄种苦苓啊，吼，这毋是咱的苦苓啊，都比印度的苦苓啊较泛慢，确实是有有无共款啦，吼！伊咱的台湾的苦苓、這個、啊，内无即个啊印楝术啊，印度的苦苓啊有迄个印楝术啊，迄种有头有,有毒虫的即个效果，吼、啊。所以本身伊有伊为效果，个有毒糖的个效果，就是讲伊本身有迄个毒啦，但是这物件就是讲啊，你啊怎怎转卖水价啦。 啊，食嘛无要紧啊，细细好啊，即伊也未讲食落腹肚底较早的啊，印度人拢摕迄个头明糖，所以那个你着是食着你也免烦恼，足侪人讲迄食着会安怎安怎樣会落屎呢？未安怎？啊。但是你要食甲会落屎吼，可能若是穿伫鞋啊、罐顶爱爱食几啊、卡车啦吼，这啊。呃这 直接因为即个油，诶，浓度相过头悬吼，咱用诶浓度无遐尼悬，所以啊，没有问题，吼。所以你讲啊，苦炼油是毋是要来甲伊替代？即个矿物油、矿物油嘛是会使啦，吼，就是讲啊，你会当去甲替代，吼，这啊做回来用这没有问题，吼。因为啊，即个矿物油吼，伊上大，即个好处就是的是虾物款呢？啊，因为伊的一个即个渗透性，吼，过来伊是，伊的迄个覆盖性继续好诶，吼。你若讲可能啊，油这印染。 做这种物件，伊线较袂亏啦。你若是含即个矿物油，即两项比起来吼，因两个线较袂亏啦，迄有差啦。所以即个啊，即个矿物油线较会亏，线较会亏，伊诶效果著会佫较好安、啊、尼哦啊，效果好好伫啥？好伫即个啊，啊、比如讲转红地都转去，伊较轻吼，转伊转较会着啊，可能啊有迄种较黏，有时啊咧飞诶时阵吼、喔、较无遐遐绵，较较。 迄个雾化诶程度较无遐好安尼吼，所以啊，咧用各有各的效果，所以呃，有个人会感觉讲矿物油较好用，有的人讲可能啊油着足好用，啊是安怎啊？逐个拢会伫遐烧消啊爱免烧正然后啊，即、啊啊、种物件就是你家试看卖者，啊，你都咧用，我相信啊，上都咧用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若要甲人做伙吼，迄、喔那个倍数你爱注意，比如讲你矿物油已经三百倍啊，即、這个可能啊油你个三百倍，安尼足危险诶。 哦，啊，即种油的物件实际上是安怎？是用愈济效果愈好啦，用愈济效果愈好，比如讲你一百杯，一定比三百杯效果较好，真诶，我甲你挂保证吼。哦 安尼一百被转了，有当时啊，迄个火就臭焦去啊，油啊嘛臭焦去啊，吼。所以咱袂使互伊转个臭去焦啦，吼，即个原因是伫即只只，所以你咧用着即个油的时阵，哦，只只要有啥物油，你管伊啥物油，吼、哦，摕起来，哦，并讲咱咧头行滴都即支啊，即、呃這个伊是植物乳油，哦，伊内底有即个葵花油，吼、哦，而且然后伊即个可能啊油，吼、哦，这个一支苦炼油，吼、哦，搁一个即个矿物油，哦，即种植物精炼过的即、這个。 植物喷洒药，吼，即种，哇，即种油油油，你别当三行，拢三百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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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起来拄啊，一百杯，装了着臭个大。 哦，尤其有火的时阵吼、哦，所以咱若有用到油吼、哦，单独一支小替换，哎、啊，这個、OK 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啊，千万这个浓度吼、哦，你要是讲啊，一定要注意吼、哦，因为油呢啊，还是会受伤啦。我、啊、们、啊、是讲这个啊，这不是农药啊，这个钻嘞足安全的，对，是足安全啵？对，是对咱人来讲吼、哦，但是对这物来讲，迄、那个油伤济，伊就是臭微大吼，迄、哦那个气孔，啥物叫包起来，这等、個、等啊，各种的这这原因拢有可能的個这这存在。哎、啊，其实，咱咧用这个油的 时阵，比如讲你有用着即个植物喷洒药哦，还是讲你用啥物仔药，啥物弯哥不管哦。反正你有用着油啊，即、這个可能啊，油蒜头、油番阿姜油吼，即嘛市面上足济吼啊。即、啊、有用着油的时阵，你毋通去滥想，毋通去滥即个要，别滥即个斩足机拢爱说置连梯啦。我讲你滥落去，爱点头家讲滥落较会点。 这袂使，因为迄油本身拢会淋已经染染、哦、都淋沾浊气啊！吼，迄点冷，点天拢已经淋落无伊无法度用伫水底嘛。油甲水是无啊，无法度互相溶解吼、哦。Like, result, like，吼、哦，这是咱呃，即、这个高中诶，一个啊化学吼，即容易诶时阵吼啊，即老师甲咱讲诶一句话吼，即共款诶物件，伊较有法度啊去同类互溶吼、哦、油。 有法度用油，水多法度用水啊，油甲水无法度用，所以重有一个架桥啊，这个物件、這個這個、哦，这有人去改，看这话，这个物件的乳化剂，这个物件是咱讲的这斩浊剂，啊，是讲咱的咱简单讲讲粘 T 吼，这种物件是安尼哦，所以咧用的时阵啊，细致吼，这个油，因为即马愈来愈普遍吼、哦，啊，伊讲啊，伫、呃、即、這个啊。呃是 也个好好卖功哈，反正呢，就是啊，还在福建还蛮有名的一个学校哈，在李兰足近的哈，呃，阿波阿你读已经好。<coughs> 内底有迄老师，哇，伊偌厉害，我扑嘅生物系，哦，伊讲啊，结果呢，叫农民用什么用什么什么，哇，一个啊，抓一个小番茄，鬼哭吼，吼、哦，从校花烧掉吼，啊，然后迄农民呢，要哭目屎走啊，走去啊，啊，所诶、啊欸，副校长因为常常含马步啊，较较熟咧斗阵嘛，吼、啊，那么阮副校长就走来催我讲，赶、啊、快你去看他，救救他，救救那个农民，我讲那个谁也救不了啊，啊，去呢。 大概望了一眼，哈，伊是啥物物件？哈，伊就是石灰硫磺合剂，哈，加上即个植物乳油，而且伊迄油个用能用差不多两百五十倍至三百倍，佮染石灰硫磺合剂，哈，啊，石灰硫磺合剂诶，伊个。 啊，迄个浓度佫减唔到去吼，拂落逐个嘛超伟迄几个草莓吼、哦，哦，拢秃头去，迄外水诶，规股拢超伟大，哪有佫会烧着安尼吼？嗯、呃，那个老师吼、哦，这就说啊，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讲哦，你药啊，就好用诶哦，嗯。 你啊，总是超这嘛，无通时间遐尼搅，你知影无？所以，哦，你用这物件拢爱小心啦吼，伊都毋是，它都不是农药吼，都毋是,是一般咱传统印象内底迄个化学农药吼。但是呢，啊，这物件的一个伤害性哦，这也不好听。听，种比如铁剂吼，比如讲石灰硫磺合剂吼，是种物件啊，之类，这都不是开玩笑的吼。这今年温度较悬吼，但是那个无代志，我讲你装来，你爱。 你转哈，你淡吼，你中道无，你嘛少遮阴。你讲唔免啊？最近阳光不不够强，啊，都怎怎怎怎怎个去，两中道转刷下波都超伟大，太系啊！啊，这温度刚有足悬，无足悬啊。但是伫温室内底还是超过二十八度，尤其一个玻璃温室吼、哦，这边做示范的吼，原蛋啊！省长要去看的吼，省委书记呢要去看，现在没得看了哈。再打个话被紧张死哈，这会抓去打屁股的哈、哦。 啊，呃、所以要小心哦、喔。这种物件的是安尼会当好朋友呢，少了解者吼。所以啊，这个油咧用的时阵吼，从咱就一点种朋友呢，就真紧扎吼，用苦炼油啊。 替代即个矿物油，这个可以，但是呢，两项呐被染色会，你一定爱注意即个倍数。那像咱咧用即、這个啊肥料，吼、呃，两种肥料，两种化学肥料被染色会，咱拢会做小心即个倍数，即、這个原因是，是伫即只家，好，只有咱好朋友，小做者参课，嗯，好，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零一，1, 1, 先来看吼、哦，咱几位听友，他昨天有问老师哦，关于这个菌根菌的问题哦，当然，一进想要问诶内个潘立伟哦，一公。 蒸当话，即白腊干米蛋糕用菌根菌，阿要安怎用？ 这种冬瓜吼，其实也是可以用，啦吼，但是的是讲，呃，即、这个有一点啊，较较晦气安尼啦吼，等、就是讲啊、呃、要用这，而且即个效果较无通遐尔好，吼、哦，较无通遐尔好，因为你该三三三段迄个脏边吼，啊、呃，效果无讲真，因为迄成本伤过头重啦吼，所以啊，我是啊认为讲吼，即、这个部分呢，啊、呃。 经济效益无盖好吼，但是咱有听即种朋友甲我报啊吐槽，讲袂啦，你凊彩讲讲诶，加开挂得好啊，敢有加加偌济吼？原底可能爱用一包，即满变用两包，爱超刷，伊甲迄个用量增加，啊刷甲超超诶，伊去甲呀呀呀吼，啊，伊呀足够大嘞吼，这绝对大学诶啦吼，伊一摆啦已经十一年啊，伊嘛是个共款，俊根俊超超去甲用，伊讲呃反正。 呃，无较济时间去甲浸哈，这、哦、嗯、呃、认为说试看看，诶、欸，结果就还不错吼、哦，所以较费气安尼年啦吼，所以啊咧用吼，因为你有个人嘛是甲菌根菌用大水内底，咱拢常常讲菌根菌不溶于水吼，啊、哦，但是呢，伊知影伊讲迄免用，迄就甲拉拉拉拉拉拉啊，伊迄都是像土安尼，因为咱内底迄一粒一粒，它其实是一种高岭土，非常干净的迄种。 迄种迄种土，伊个拄着水伊嘛是会未讲像。 袂讲像肥料，啊，伫、喔、水内底怎样去变透明安尼吼？伊个过着水伊嘛安尼落落，啊，伊着甲拉拉拉拉，啊，拉拉伊嘛是去甲喷吼啊，像咧罐头安尼去甲罐罐的，啊嘛是会使啦吼。啊、喔，但是就是讲足废气的，其实我足无爱讲啊、呃，因为你知影嘛，破啊，较板端，所以这物件咱通常都较无遐多，甲安尼来用吼、喔。所以啊、呃，基本上若是袂用菌跟菌吼，咱、喔、都较无讲真。 啊、呃，真这个推荐吼，真、哦、是安尼啊。有一种方法吼，上、哦、简单诶，就是种番麦啦。因为讲你种冬瓜，你巴那个细丛诶嘛，种一年尔，巴那无甲伊大丛，但是讲无甲伊大丛，明年會嘛卖生嘛吼。啊，所以你会当伫巴诶，即个丛丛边去甲种一撮，种种一撮即个番麦。 哦、啊，番麦即嘛种起来，若是热人迄阵啊，番麦若是种甜玉米啊，是啥物款，啊？著、呃、啊，甲撮撮食食啊，若无著甲伊泼泼咧吼，甲伊啊做这有机肥，而且番麦吼，咱有讲过著是讲你要用血盘育苗，然后即个啊。呃 培养土甲黑类，啊，黄麦甲点点点点点点，然看你若是爱食即、這个红诶啊，你甲点点诶啊，点点诶料甲即个菌根菌，三三三三段即个管顶，然后土盖起，来啊，好，即个黄麦发起，来，发起来了一张一张去整吼，这啊，伫、呃、你看得偌济，吼，这大概呃，正常来讲咧整整了啊，较冷色化，无要紧，吼、喔，比如讲你甲整落，啊，差不多呃，即、這个。 诶、呃哦，四十公分哈，卖卖超过安尼三三四种正较八实，啊，较正正正正正正，啊，正种的啊，种一百多迄个根附近，啊，即嘛，呃，伫迄个桩桩边吼，卖离伤，卖离相根，伤根拍做工会吼，啊，一根内去小夹掉，即安尼抖即好果。哦，即嘛是一种的一個这解、个、方法哈，啊，这种是学日本诶，哈、啊啊，日本人就是用即种的，讲、就、因、是、柑橘类吼、啊，他们过了两年三年，因拢会去。 啊，摕一遍即个草啊，有诶，啊，有诶，即个像呢，像伫爱媛县迄只遐吼，爱媛，啊，爱媛有一种，即个爱媛二十八，爱媛三十八，吼，其实你若是真正要去，呃，若去大陆吼，爱、啊、去，你去日本偷摕袂着吼，这绝对袂互你看着吼、啊，但是你若是去大陆应该摕着吼，去偷拿这些回来种，吼、啊。啊，袂使，问毋是偷提啦，去大陆引进，吼、啊，引进即个爱媛二十八，爱媛三十八，啊，尤其你若是伫。 你得差不多江华吼，彰化以北到苗栗这所在啊，你的柑橘嘞吼，这個、爱媛二十八啊，做好食吼，这那个那种东西就是无敌的吼，那、就是讲里啊，种会出来吼，所以他们栽丁赶快啊，有一定的品质啊，种会出来啊，南部的卖过去科鲁啊，还种出来足歹食，吼卖过去省啊，还啊有人种在广西的迄个平地足歹食，吼，所以啊，为下面给他们打开工具的爱因为爱媛县因。 因为这种这个柑橘类因做出名，爱元二十八，二元三十八的日本分呢，啊，就是对这个柑橘类来的哈。因为柑橘就是柑橘，通常迄个介绍拢卖卖作惯的哈。但是这两项拍摄哈，这个物件都是干呐啊，非常高价的这个这个水果，嘿，甚至也当用一个 K 啊来的，就装四颗而已哈，一盒就装四颗，六千多块台币哈，细量。 哦，因叫做果冻橙吼，这完全没有渣渣啊，所以因咧净个物件，因为有一个高单价，所以啊，因、呃、对于这个菌根菌的使用，吼、哦，两三年因都用一盖，甚至当年拢会去啊、呃、去用这物件，甚至有一个在啊场专门这个啊、呃、日本博格地球哈 （Bergers） 哈，这个博格地球啊，呃，这间公司以甚至有咧卖迄种接种菌根菌的装备。 啊，是迄种草皮，已经拢菌根菌接种成功啊，啊，互你摕灯去种，啊，正正伊会死去，死去你明年过来买，过来种，啊，一直一直甲伊接种，一直甲伊接,接新的，個这这菌根菌去。今年今年，即个用东西向每年用南北向，后年用东西向，过来用南北向，安尼因，就是维持即个长势互伊好，好势安尼，吼。所以啊、呃，非常用心啦，吼，所以有时阿咱看到咧，感觉讲？ 呃，不怪人来探钱啊！但是，呃，有时候话又讲回来了哈，就是讲，伫迄个所在有迄种高价哈，有迄种计小去支撑即个商品呐。哦啊，所以你这白蜡吼，你若是感觉无废气吼，你若是感觉可以啊、呃？你也可以去用看看的呢哈。啊，你这個使用上若是有问题吼。哦 再跟我们啊、呃、来联络一下吼，你若是不惊麻烦吼，啊不啊，上爱迄种不怕麻烦的吼，你若不惊麻烦，那你就来吧吼，我有足些方法会当互你做麻烦的吼啊，但是呢，绝对是有那个效果的，就讲、是、咱其实都、就是。 有那个效果，还有些好歌出来安尼哈，先和你小这节讲课好嗯,嗯，好，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零一，1, 1, 接着看哈，我们的郭世林，郭世林孟老师哈，刚我身边看呢，根就拼劲对哈黄叶病比较看哦，但是我想一九三零来了哈，先接他的电话，不然他会说慧兰姐，你没有接我的电话。<laughs> <laughs> 喂，你好，来。 喂，主持老师啊，我一九三零，老师我传那图片。有有看到了青椒哈、哦那個。那个，那那个，嗯、啊。他他还有那个，哦，就是主要那种，另外一那那么小条，伊像那种 B B，、欸欸、也也改成小个，是不是嘛？其个 B B，嗯嗯。哦、啊嗯啊，还有那个大。 是歪歪摆什么表黑我那個也是有颗膨大，长度是有过啊，可是马上在过火山高一点，还有还有一个那个，还有三张是那个我登记的那个那个照片啊。然後那西瓜那龙冰冰那是水分控制有问题吗？哎、欸，西龙西瓜变贵安尼啊？我、啊啊、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。 嗯嗯嗯，嗯嗯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好，好来，咱<来>一个一个来哈，这个首先看到的是，这个叶啊管定吼，然后迄个花啦吼，因为卡过埋啊，因为花那灰若是啊，即阵啊，今年吼大概都是这种，应该预告足久的啊哈，就是啊，漳浦无落雨嘛吼。所以啊，然后今年最主要温度又高吼，所以。 呃，即种红蜘蛛啦，吼，蓟马、红蜘蛛，尤其你黑啊、Q Q 幺幺，这种应该是蛮累，这个、这个危害，吼，这个啊，可以看得到，吼，因为啊，你的相片来的你噶看到有一点一点，吼，这很很很淡淡的那个点，那个应该是红蜘蛛诶，这个这个卵，哈，也冷，哈。 那么，所以有可能吼是这款呢直接经营对的，所以呃，如果可以的话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要继续做防治啦哈，这红底熊一定爱做好适哈。那么，另外一个就讲，透过这三张这三张照片哈，差不多看到东西啊。尼。过来一咧，就是讲，伊迄个有呢，诶，小看。 安尼边边碎裂碎裂吼，边边這,这应该是即个授粉不完全吼，授粉不完全。那为什么会授粉不完全哦？你甲看内底有哪较严重，伊著是缺硼啊，有可能是缺硼引起诶一个授粉无完全。啊若阵讲敢若无籽吼，无、哦、籽呢啊有可能吼、啊啊啊，有可能呢啊是虾米款呢？即即情形呢啊有可能吼。 啊，就是上过头冷，吼，比如讲伊拄开花迄段时间啊，特别即个冷吼、哦，特别比较冷啊，特别冷诶时阵呢，就较容易有即种问题吼、哦，就啊？伊迄个花粉伊诶花粉吼、哦，无完整啊，无完整就是伊诶活性啊歹啊，是讲迄呢，所以脂肪伊著带袂起來，啊带袂起伊著安尼补补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迄个所在内里，伊、那個、所在拢无治吼、哦，所以咱要安怎甲伊改善着即种诶这这情形呢？那么第一条就是讲。 啊，增、呃、加一寡即个天然细胞分类素，吼、哦，你会当用即个深海绿藻来甲喷，吼、哦，這个稍微给它，原底咱拢千五倍一千啊，你会当甲加加较重小，我八百到一千倍，吼、哦，你若是有看吼、哦，有看着小可块呢，结起来，细粒诶时阵着小块，啊，波波咱甲喷一个，迄迄吊会转来，吼，一啊较开膨起来，吼、哦。 那么较早阮是拢有咧用吼，咧用，即、喔這个即、這个叫做果蔬生长素，你毋知捌用过无阿多尼库吼，但是即马阿多尼库没有以前阿多尼库遐好用吼。喔 我我我讲个很坦白的话哈，那么真济人讲啊，这仙诺仙诺，起码这阿多尼库吼，果蔬生长素就是一个成分的名字叫，代叫复硝，大陆叫复硝酚钠，台湾叫做果蔬生长素。为什么这种物件会较无赫好用吼？这最重要的是讲，你若加转两遍啊，感觉迄个长呢一直流过去。 哦，头仔转袂歹吼，即市面上咱咧用这物件咧用，安尼转袂歹，啊转两遍啊，都流袂去吼。啊，咱啊不有机会到日本去诶时阵，拄啊去拄有去当着即个啊即、這个发明人吼，就讲、是、专门咧推啊伫即间公司内底上班四十几当，即、啊這个二级上吼，即。个。 啊，他是波兰人，但是在日本，哈、哦，在日本上班，所以他讲的是一口流利的日语，哈、哦，因为他娶日本老婆。哎，他的解说，哦，他解释的是讲啊，其实作者这些原料都不是日本的原料，哈、哦，侬已经是这些中国大陆啊那边生啊，因这些生善的时候成本很低，那为什么成本很低？哈、哦，等于讲，这来对，他们发现有一些呢，其实也这个这个纯度不讲盖喝哈。哦 啊，温、呃、度上没控制，为着要让伊产量较增加嘅时阵吼，所以温度控制了无好适啊，各种嘅解决原因，所以也产生一寡即、這个啊，不是很好嘅即个同。 你个易购物啦，吼，一种物件造出来，所以呢，啊，伊嘅即个效果变就败吼，所以吼，终、喔、于找到这个原因，吼、喔，即有当时啊，干妈讲就讨厌咧，就是安尼，吼啊，即原因就是在家，吼，所以啊，后来是确实是咱看啊，不过个人咧，即个。 嘛是安尼吼，用就讲头啊，咧用,越越用得袂歹、呃這個，啊，他买啊哪用哪愈来愈济经咧做诶时阵哪用哪留买吼，感觉啊，即个很不错。啊。关帝吼头横迄经系得真好用啊，但是呢这几年好像觉得他的东西也又不咋地哈。 啊，这其中港门人拍摄港人共，一共这个其中有不足为外人道啊，那既然不足为外人道那样的麦克港港啊，哈、哦，呃，所以你也当用一点嘛，吼、哦，麦用侪，吼、哦，这较早时较早啊，不啊是拢会用这物件来改解决？但是啊，今、呃、晚你可能会当用这种果蔬生长素啊、哦，果蔬生长素呢，啊，对，对于,对于是有这个好个，但是呢，呃，不能用多了、哦，一次两次可能的紧绷啊，各类呢，这类、个、长呢也做。会 因衰弱的吼，所以啊，一般啊，不还是无建议你可以用果蔬生长。所以讲偶尔一两次哦，偶阴天也是什咪款吼啊，正经呢是叫呢啊，小冲一个或许还可以，但是这绝对袂使侪吼，比较多吼，比较多、啊，这点一定爱相当的一个这个节节。第二啊，个节是讲尽量用这个啊天然细胞分裂素哈、啊，并讲啊咱干嘛？别在转调花的时阵，真济好朋友哈啊,啊，有有诶干嘛？诶，南美国迄个正好用哈啊，有的干嘛？即个侵害率。 找的甲壳虫，这等种其实它们很类似哈，弄起天然细胞分类术，而且它很纯啊，所以咧用呢效果还不错哈。好，你稍做一了解。个另外一个小爱变轨哈，转一个角度哈，这种呢啊，这里要注意哈，这里应该是这个，呃要特别小心哦，你下的硝太氮太多了，硝酸太太多了。 肥宜侪，吼，所以这要真小心啊。那么，这个不宜侪安怎啊？因为呢，这个硝酸太淡吼，咱。 一多哈，就比较容易出问题哈。然后加再是间啊，硝酸态，你那是个安态氮济时阵哈，伊就开始也定点锈来破坑哦，所以你还小注意一下哈。那么整体上噶看起来，这个青椒哈，可能因为较冷哈，这个时间来得，其实说比较冷哈。这個、对青椒来讲，这个时阵应该是。 啊、呃，有温度稍微低了一点点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个型会较无通向尼细食向尼水吼，所以啊、呃，你要适当吼，适当诶，的一个即、這个提高一点啊，食肥即个用量，啦。吼，就是讲啊，毋通一直去甲吹吹吹，伊个胆素吼，伫伊迄本来就较惊寒吼，就是他呃，伊伫所谓即个胶类内底，伊算讲已经是耐寒性算较好诶，吼、哦，辣、啊、椒是相袂冻寒诶。 椒、辣椒哦，啊，过来就是番茄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这个甜椒哦，甜椒、彩椒哦，这种呢，看看唔惊挂哈。那么，所以，但是这嘛是还是不能太低温啦哈、哦。这当然不是彩椒、哦、所以这种呢啊，爱少注意者。所以呢，你用，那是讲，感觉，这里整体上哈，啊，还可以的话，那你当用一挂吊车哈，这里好御寒哈，这个部分呢啊，配合一点啊，钾肥来，因爱季节这里、個。 哦，硝态氮吼，硝态肥卖落伤济啦，因为呾温度一个低吼，乌阴天哦，若拄着乌阴，伊食诶肥诶量着足少诶。啊，但是因为咱即个硝酸态氮吼，伊、哦、足容易溶水诶，吼，所以個伊迄个依稀子诶有关吼，所以桥啊呢啊，就会有一点点扭曲，吼、哦，小可仔安尼安尼当水弯轨安尼吼。哦嗯、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吼、哦，就是讲连即、這个啊，连即个新诶，即个所在拢。 几个壳啊，弄弄弄冰壳安尼吼，这啊、呃、一般来讲爱少注意者吼，这有当时啊是虾米情形呢？啊、呃，就是讲你用的这物件内底毋知对一种毋知吼、呃，有可能这個果树生长素有去偷拿唔吼，迄、呃、套果树生长素若用伤济啊，呃、有可能会冰壳。 我会转叶子，吼，所以你那是有用果蔬生长素，吼，阿多尼库，吼，几类叶这物件，呃，那个你那是掩盖病叶，啊，这个量呢还注意者。啊，有个人，吼，呃，在市面上还有一个，吼，病叶，吼，是上面物件，D A- 六，吼，D A- 六，吼、啊啊，啊，你小知影者就好啊。这其实啊，讲啊，我也不用迄种物件，唔知，吼，你也是。 呃，并公六用，并公咱给你推荐的这物件来滴吼，那、哦、咱电台这物件绝对没有这些东西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啊，不好一点该工作清楚的吼、哦，这是我。嗯 其实每一个咱伫起咧做的这些物件咧啊，因为我有中兴大学这 a r 吼，所以呢，我们都会偷拿一些东西吼，就偶尔就拿一些东西，并不讲当初啊咧做玉米树嘅时阵咧做这个啊吊车这些物件，不晓得上去这个国家贵重仪器中心来咧去做这个分析、啊、做质谱诶，这类分析，我要给他扫一遍看他里面有没有加这些不该有的东西啊，结果证明真的都没有啊,啊所以呢。 啊、呃，你若有用其他物件，是毋是有即种可能性？啊，若无用当然就无啦吼。啊，因为会冰雪吼，大概就是即几种诶，一个即状况有当时啊，啊、呃，突然之间呢，一个即温度变化嘛，雪花冰冰吼。啊，但是即种呢，含即个硝态氮有足大一个即关系，你爱小心注意者吼。啊，你若无用固缩，无用 D A 杠六，啊 D A 杠六有当时啊。DA 作者人会较人伫迄个啊一挂应用者内底在吹大风的吼，伊拢会去投篮这种物件这啊，即互你少了解一下，啊，那是迄个少注意一下这个使用的一个方式哈，提供互你少做者参考。嗯，好，来时间的关系，两点钟的节目先暂时呢进到这，一样提醒你，我们星期一空中见，拜拜。